栀子花、茉莉花、杨糖、热粽子。江南风景美如画，花轿烟柳满人家，趁着良辰节气好，孤城几时时风光好，全国的朋友都想感受一下南京的山明水秀。那块有两位大妈，我来去打听打听。大妈，大妈，哎哎，姑娘，俺有什么事啊？这外地的游客到南京来，都有哪些好玩的落地啥？带着喽。你说的啊，一点儿都不偶过。白天我们游山玩水，到了晚上就到夫子庙去看花灯、游游船，还有美食，那真是别有一番情趣。哎，说到吃啊，这个我晓得。到了夫子庙，要是不尝尝泰山小吃，那真是坐月子不吃老母鸡。怎么说啊？亏大喽！鸭血粉丝几只棒，牛肉骨贴味道好，桂花酒两小盐笑，辣油馄饨葱花票，全国的朋友真赞好。哎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还有一样你没说呢。什么好吃的？又香又嫩的呱呱。哦，盐水鸭，咸鲜味儿真。哎，来是来是，呱呱叫呱呱叫。娃娃拖着兔子灯，人老喜庆的红花灯，高高举起的飞机灯，后奔乱跳的鲤鱼灯，奔来奔去一名童喽。不放花灯啊，十里秦淮，落草风光，真是让人流连忘返哦。斜阳落，第二半盏挂在那柳梢，开灯初升正欢笑，金陵。